莫总一天都在忙着拜访 LP 的人，我只能尽量的做好后勤保障。他现在是不是闹心死了呀？要不找我爸帮忙吧，我爸这人别的本事没有，忽悠人倒是挺有一套的，而且他还是金阳的老板，肯定会有办法的。你不是跟你爸关系不好吗？为了莫总，这个脸也可以刷呀。不是不是，我真的是把他当哥哥而已。我虽然现在叫他一声林泽哥哥，但是这个哥哥和之前那个哥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。我只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，而且他对你那么好，我帮他也算是替你还这个人情吧，对不对？我也想帮他，可是咱俩势单力薄的，怎么帮啊？哎，骂回去啊！他们不是在网上泼林泽哥哥脏水吗？那咱们就全部都骂回去，然后把那些脏水全洗白。操纵舆论跟背后那些小人有什么区别？莫总不会同意的。那怎么办嘛？莫总也在努力，我们会想到办法的。